我没有想要当服装设计师，我其实想要更了解我爸。好有爱的出发点、哦。就是我是真的不太认识他，我不太认识这个人，他是一个很忙碌的生意人。然后开始之后才发现不太对劲，事情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了。所以他不是一个富二代传承的故事、哦嗯。我也以为是，然后才带着一块布跟衣服的图案去找师傅，就被骂出来。现在想想觉得很荒唐，但是没有这个开始，我不会真的从零这样子慢慢摸起来。好、okay, okay. ，就是因为我看过这个传产的陨落之快。嗯，我其实做这件事情也会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，我的下一代、嗯、他们有更好的地方。嗯，所以这条路其实它真的美的地方在呈现的时候，但在这个之后真的就是徐徐儿的那个概念，好多人在为这件事情而努力。